我们将会期待这位非常优质的歌手最近刚发了这张专辑 The Moment 专辑纪念日。炎亚纶这次在专辑里头呢非常用心了，写了两首歌词，那当然专辑的十首歌曲不同的主题代表不同的纪念日。现场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灯牌，准备迎接炎亚纶，准备，待会儿呢他渐渐地靠近我们的时候，现场的朋友请献上你最真诚的歌声来祝福炎亚纶这次来到新加坡的宣传一切顺利。那今天这场签唱会呢大家都一定要机会跟炎亚纶见面哦，因为很难得很难得跟1933一起独家呈现的这场 Aaron 炎炎亚纶 The Moment 签唱会，现场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歌声欢迎炎